好，我是全民。我老徐。今天我们带宝宝去玩了，今天是周末嘛。来，诺诺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喜诺。哎，我是喜诺，你呢？你叫什么呢？付一龙。你是什么呢？我的天，我们今天去广州玩啦。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广州有什么好玩的啊。我们在去白云湖的路上，这就是广州咯。今天周末车感觉这不太多呢啊，不怎么多，大家都去玩了。我们到白云湖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啊。外面是这样的，这边是路嘛，这里是白云湖外面的啊，就是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还没去过白云湖看的啊。走啦，这里要扫码，进来要扫码。哇，这里空气很好，这里有水蒸。对啦，这里有水，啊，这个就是像公园而已嘛，就像一个大公园而已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，就去看一下。我老公他跑哪了？他抱了小宝。哇，那边有啊，哎，那边还有桥，那个小桥。在干什么呢？你们？过来，这里有鱼哦，来鱼，小心，走走过来，乖。我们去看鱼吧。去看鱼，老公，白云湖就是看这个水啊，就是这个湖吗？对啊。没有别了吗？那这个不是像公园吗？是吧？这里也就是公园而已嘛，是吧？哦，哎，我有什么特色的？这个树，这是什么树啊？好像是我们那边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叶子，在越南包粽子用的，是用这个叶子。我这边不是用这个。啊？我这边不是。啊。还有什么？那边那个花挺好看的啊。嗯，冷周末来玩呢、啊，看这里也没多少人啊，也不怎么多呀。快点，快一点，有划船啊，老公，有划船啊。大哥，这里有那个划船的吗？有啊，在那边是吧？从隧道过去，啊，隧道过去是吧？过两个隧道就是不远吧？不远。不忍哈，那走去划船啦。我公公他今天上班，然后婆婆呢他想休息一天，整天带宝宝，然后不想去玩了。我还以为这里有什么特色，没想到也就一个湖嘛，是不是啊？就公园边上有湖。嗯，你们看这里都是树呢，哇，树真多，所以这里很凉快的，只有风没有太阳。大家看我满头大汗了，我出汗了，今天走路出汗了。各位游客游玩前必须要佩戴好口罩，扫描健康二维码，测量体温，一人排队购票，保持一米距离。我们要进入码头游玩，必须穿好救生衣，扣好三个安全扣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指引，谢谢配合。因应疫情防控要求，各位游客游玩前必须要佩戴。里面是这样的船，坐哪个？我们有几个人？我们有六个人，两个小孩，六个大人。出海喽！这是出河，不是出海。小心点，乖，坐坐坐，妈妈在，妈妈在。我还以为是有人呢，帮我们呢开的，是我们要自己踩的。老公踩就行了。真的扶好乖啊，危险啊！看、啊，大海呀、啊，是不是跟在之前我们去宁平一样的啊？在越南一样的，但是有人呢帮我们划，这是我们自己踩。好、啊，凉快啊，凉快吗？诺诺啊，出海啦！是的，这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
啊。啊，那里有啊。哦。哦，是什么船呢、啊？老公，这是什么船？救护船吗？这前面好像水比较深，然后人家不给我们划到那边去，是吧？不知道呀。你看这个水面是不是比刚才也要深了呀？是不是啊？深了。人家不可以滑那边去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啊，我们也没人跟我说可以去哪里滑呀。是啊，也没人说。泽泽，他怎么脸这么紧张？紧张吗？嗨，嗨，下一个嘛。我们张滑机多久啊，老公？45分钟。45分钟，多少钱？160。160，一辆吗？两条。啊，两辆啊。啊，两条啊。嗯。该不该回那边问他们，我们该滑去哪里啊？可以去哪里啊？不知道呀。你是不是出汗了呀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我看头发都湿了。是水啊。累没有？累不累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如果累。没办法帮你喽，以为是啊。我们把我们的船放他们船上吧。啊？把我们的船放他们船上。这里显示禁止，估计这里面水更深，水太深了，没办法。我们才回去了，到时间啦。老公，这种开的有人开的，是不是比这个贵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我老公踩船。哇，前后都是了，看看看，哇塞，这个是跑步回来，比跑步还出汗多。谢谢。太累了，太阳太热了。今天我们现在到这里就是去吃香菜的地方，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家好人家。这是菜单喽，不拿也行。看看，哎，香菜都是这样啊，都是辣椒了，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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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你先提一点吧。香菜，这是鱼头，我叫鱼头吧，有名的一道菜啊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都是辣椒的，都是辣椒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